下，这时候我已经回家了，你们也应该在回家的路上，怎么会这样呢？不好意思，长沙的朋友，长沙的朋友，不好意思，王菲今天我的车厢里，因为真的唱太多次了，我这次真的决定不唱，但是决定是可以反悔的，如果你们热情够的话。现在我先唱一首歌，是送给你们的，好吗？那先请大家仔细聆听。